我们一生中丢过很多东西，但有时候比丢脸还要惨的是在旅途中丢了护照。 你的手是你有拿出去吗？拿了，在我的包里。拿了是吗？就你的手是不在我的包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太好了，因为你的包丢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就没了。怎么会呢？反正就没了。那你的护照呢？没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 你放在我的座位上了。因为你们明天都要走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不走啊，没事了啊，对啊。 啊，我下班了，因为我们的刚我们的包儿又丢了啊。对，然后那个passport都在里边。去警察局了吗？在前面，要不带你去啊？前面可以吗？啊，我帮要放放印儿，要不要去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花花。好的。走，我们去报警，好吗？啊，走。
他被打了是吧？没，没有，喝多了。哦，喝多了。走吧。徐师弟啊，请你先回去了。啊？放心回来。嗯，放心吧。啊。咱们酒店怎么办呀？碰一顿揍，这要命！想想也好多功课呢，咱们走吧。太可怕了，走去找张翰去，我得回去开会了。凌晨的巴塞，气温骤降，已经流浪街头一个钟头的三姐依然毫无头绪，满脸孩子气的她，现在只不过是个十足的流浪汉。她决定折回酒吧，祈祷同伴还在。不在咱们就回家呀，打电话啊。你有张翰的电话吗？我没有。那现在咱们不玩了，累死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啊，我怎么可能回不去家呢？但是哎，那是不是他们呀？咱们吃饭在哪儿吃的？这儿吧。都走了，就这儿吧，是吗？不玩了，走，回去吧。不是，我坐在这儿了，你们，哎呦，太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太可笑了，今天，哎呦。什么东西偷了？我的一个背包，粉色的背包。Un bolso rojo. ¿A usted le han robado? Sí, a ella. Vale. Pasen y los compañeros les cogerán la denuncia. De acuerdo.躺一会儿吗？里面什么东西？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不。No hay nada, pero pasaporte y cosas de documento estaba ahí dentro. ¿Has leído? Vale. Oh my god. 英语可以写的。哇，被偷了，这很麻烦。你们明天就要走。对。哇，走不了了。我明天要去马德里。空空的酒吧大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同伴已经不知去向，空气中充斥着未知和绝望，独自一人迷失异国的恐惧感仍在蔓延。走吧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电话，快快快，咱们组的，我你看谁，你不一定骗我了啊，快，谁，快谁来接咱们？开门的酒店号码，求求你了！求求你了！求你了！要不然明天就起不来了，我还买火车票呢。求求你！让他们来接咱们吗？走，咱们怎么也得往那边走，前走。哎，可以走回去啊！行行行，还想好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咱们坐的地铁来的。杨涛，你这么拍，我就完全流落街头的，都以为，好可怜的。
现在有一个人的感觉了吗？有了，我会想他们呀。但如果报案的话，找不回来了。就是报完后，然后呢，这个单子给你去那个大使馆嘛，再报临时护照。我大概需要多少天可以拿到临时护照？如果加急的话，马上可以拿到。啊，只要你明天去大使馆。大概不好找。大概几点钟？哎呀，明天星期五啊。关门。我就知道。真的吗？那国外的时间跟中国不太一样。星期一到星期四。打电话过去。我就说嘛，你们走吧，不用管我了，让我自己反省一下。你觉得我还能干点什么？酒店的那个地址啊，你别拍了！哎呀，你别这样哦，咱们回去我检讨还不行吗？谁还？都几点了，明天我都起不来了，咱们别去马德里了。你想好了？西班牙时间指向凌晨两点，在街头流浪几个小时的三姐，内心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委屈、无助、失落和绝望。这一夜，她真的要流落街头了吗？我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就乱闯也不行啊！哎呦，都是十二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不这样了，不行吗？没有。你现在必须靠你自己的努力找到回酒店的路，不要依赖我。如果我现在带你回去的话，只能算你的集体求助一次，知道吗？我知道错了，电话也没带，然后这个地址也没带，然后又不合群，就是大家都特别好，很关爱的，我还老是自以为是。如果他们在，他们都那么能干，而且都会想办法，他们就我就都好了，但没他们我还真的不行，老是愿意自己单独相处。好，这样会惩罚我自己单独相处，连家都回不去了。我觉得菲菲都比我能干，每一个人不比我能干，如果要这样在，他们都会想办法的。你是不是真的特别害怕跟陌生人相处？特别怕。怕什么？因为每个人成长背景不一样，习惯不一样，所有的都不一样，然后我就不愿意，就不想改变自己。
我觉得我的世界和就我就想活在我的小世界里面，我不想融入到大世界和社会里面，我想简单一点，我不想说不想说的话，我不想做不想做的事儿，我不想敷衍任何事情。所以这个花儿少年挺教育我的，我觉得都是我第一次，什么都是第一次。你好，哎，我问你，那个教堂叫什么教堂啊？圣方济各，你能帮我写一下吗？你是哪里来的？北京。从北京来的。嗯，对。你没地图啊？我告诉你地图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，耶、yeah! ！我来。你救了我哎，因为我找不着家了，酒店找不到家，我没有带电话，也没有带地址。哦，你现在你是哪一个教堂？他是旧书堂的，就是那个高地的设计，那个现在一百多年都没有建成。教堂不是圣格拉法米利亚，圣格拉法米利亚是叫母圣加罗教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圣加罗教，对对。那你帮我写一下，我就可以跟司机说了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对，要不然我今天回不去家了，因为我又没有电话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为什么造你啊？什么？他为什么造你？他就觉得我是街边的流浪汉，他想拍个记录一下。会吧？是不是明星吧？你帮我写一下好了，谢谢。嗯，咋个了？范米利亚是门口吗？就是因为酒店在那附近，但那个我酒店我真没记住叫什么酒店。是吗？那你圣格拉法米利亚它有后面有前面。嗯，就是正门。圣格拉法米利亚正门下车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。你说巧吧，就坐在这个对面啊。好的，谢谢。来呀。你跟他说一声呀，好，谢谢。陈倩，陈倩，不是啊？啊 ？Sorry， 为什么？我主要没钱，他们不给我钱。那我可以借钱，然后我明天来还吗？可以，我借给你。谢谢。真的没钱，我真的不是，我是忘带了。哦。对。真的没钱。真的没有。那明天我就借给你。那我明天来还。可以。对，好。可以。今天因为大家一起来，然后等于我们就出现了一点状况，然后。什么状况？就反正出现一点状况，我就没有带手机，什么都没带，就自己，然后又没有地址，又没有钱，所以那我明天一定来还。可以。谢谢。多少钱呀？我也不懂。我给你20块，应该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因为真对不起，好尴尬。没关系。走吧。哎呦，我打这么大都没觉得这个这么重要，这个，这是哎呀，快拍拍这个吧。明天我先开个会跟大家赔礼道歉。然后请大家原谅。然后我求助他们，我要练就一本，不练就一身生存的本领吧。我觉得我确实也从小就是这么，哎呀。
这20块钱是问老板要的呀。嗯。嗯，想哭。笑佩佩姐，对不起。
怎么对不起了？你说我不按常理出牌。你是不按常理出牌？你看你现在不按常理出牌了。我好不哭了，乖。可爱。出牌了，找不上家了。我想乖一点了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好嘞，好嘞，啊！你知道什么问题吗？就我们走，你们就应该跟我们走。对的，对吧？都已经那会儿那么晚了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也不知道。对，就应该都回来了。咦，所以不是跑到哪儿去了？不是你的问题，也不是笨，也不是什么都不是，就是说咱们还应该集体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但我知道就不应该分开。但在一起我又乱来，所以啊，真是不能任性。就昨天晚上呢，我说走吧，我其实特想大家一起走。你说咱回来九点多、十点多多好、啊。我也是觉得太晚了嘛。就是啊，那陈姐也不让我，就是啥就不告诉我地址，就是非得在那待着。知道。别拍了。要不然你别拍了，要不然你赶紧睡觉。没事没事。有什么辛苦了？我的日记本也丢了。是啊是啊，留一个电话，或者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，或者去上海，我们可以找我们。可以可以记我们电话，记吧。156。别忘啊。好。我们坐后边。好。姐姐看出来了没有？啊？看出来了没有？看出来什么？只要一这个自由散漫就完了。对，出事。就惩罚，真的。今天你也有责任，姐姐。我还有责任，我不让你回来。你当然有责任，因为什么？你叫我本来就应该把他们几个都叫过来。对对对，以后就七个人别动了。今后我们就全在你裤腰带上，这七个都一个不能少。没错。不是，就是从来哎，什么时候流落街头，没地儿去，回不去家了，就吃不吃就得在那待着。哎呦，太可怕了。就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我就想人生这种太失败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就如果真的没碰到那老板，亲爱的，就说明你太顺了，一切都太顺了，啊就是啊、这叫失败吗？那就失败都这么大了，好40多岁了，连就没有过嘛？那你就要十几岁给我治一次，我肯定不敢这样了。就是你。明白，现在你心里还来得及，还有后半生呢。你要活到我这个岁数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你就不会这样。对，我能力不强，但我胆小，我拽着他。你们可好，自己。哎呀。这旋风。他有钥匙吗？他身上没钥匙。他身上没有钥匙啊？因为我是说你要喝醉了。怎么办啊？你看他喝了，我就说他喝多了吧。那他还喝了喝不同的酒，还就说他没事。房间啊，我睡的肯定比你那低嘛。那非要睡下去，非要上楼睡吗？这喝太多了，还不行，我还有点晕。哎呀，你也喝醉了，这可咋整啊？那飞飞在哪呢？飞飞和张二还在警察局。啊？为什么？警察局啊？因为丢了包，丢了。哦，他们俩在警察局。怎么回事？您都喝醉了？而且都是真的，我没喝醉，我是看他们喝醉了。花花先生喝多了，哎呦，你看我从来没有就是哎呀，你看你把花花丢了，醉成这个样子，你看，我给他丢了，他把他丢了，对啊，他应该照顾我的，对呀、啊，他这醉成这样还照顾你，他今天说照顾你，我都觉得。